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的节操为你而掉，只为您那笑话您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牛肉的为您带来的这个战争雷霆啊！我发现这个升级挺快，它可能这个 PS4 版的它这个机制不一样啊，它就导致要快一点，因为它瞄准确实不太好瞄。好，这咱们似乎是进入了一个机场控制模式，咱们之前是并没有打过这样的模式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先开一个小破机啊，然后去作一把死。哎，老夫生当做人杰啊，死亦为鬼雄。哎，先来作一把死。我靠，他们还有地面部队啊，哥好怕呀，怎么办呢？我先去占领。我这还是夜战呢，好黑呀！哎，如果真的是晚上打夜战，这天上那些飞机谁看得见谁啊？而且哪个是友军，哪个是敌军，谁他妈知道啊？啊 ，P36要去占领吗？要去吗？看样子好像是的。这个二货哦，不，他不是二货，他是被干着火的。刚才我视野没看到，打个屁！哎呀！我错了！妈的，好的！哎呀，我靠！我叫王鑫爬到我腿上呀！哎，你下去，你烦得很。我要把这个修好，机轮制动。不要打！好，降稳了，不打！哎妈的！啊，那这种就修不好。那应该能得降落分吧？哎呀，万恶的机场控制模式啊！好，这种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这个来支援，把这个制空权给拿住。不要让他们降落了。那这种时候呢，我就要适当的占领一些高度优势。哎，不过高度优势也是让我有更好的切入角度，最终还是要下去。尼玛，这谁？谁在舔地？你给我舔个试试。你再舔。啊！哎，地板要失手了，抢地板呢。你要舔地是吧？我们把速度降。啊，没事，那有队友在追，没打到。哎，速度太快呀，降落不了。哎，放起落架是哪？哦，这个是起落架。哎，但是你妹，我屁股后面就是人。这他妈的，我要被干死！干不死。他们现在都在那儿打。哎呀！不要降落，不要降落，等会儿。哥把这个收了。完了，尾翼坏了，拉不起来。哎呀！我手柄打这种真是蛋疼。哇，里面还有人在打字。是不是用语音输入打进来的？你说这种时候，他怎么能这么流畅的打出一行字呢？这个子弹要射的多一点。好 ，A 点又被拿回来。只要拿到之后，对面那一方就会不断的失分。
所以说这种模式要想赢的话，就是看谁占领的这个时间长就可以赢。这边全是他们的车子，有啊，斯图卡，他的菊花有机枪哦。来吧，我的宝贝儿。hit 了几下啊，看来要频繁的用那个瞄准辅助，他不能直接对准，但是他能拉到他附近，然后这时候呢你就去这样啊，把准心往那方向拉一拉，现在他已经着火了，估计是要死。不要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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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斯图卡已经死了啊，卧槽，不要去了，不要去了，去了也没意义。诶，难不成你火灭掉了？啊，应该是另外一个，刚刚那个已经死掉了。好，打了他屁股一下。没有打到队友吧？哎呦我擦，尼克斯图卡为什么那么灵活？啊，不行，我得往下面栽啊，不往下面栽他的机枪要干死我，但是我能起来吗？我哪儿被干了？哦，我整个身体全都黑掉了。这是咱们的炸逼，其实这个模式炸逼最适合去占领，自卫火力多呀，对吧？他想干嘛嘛？哦，炸地面目标可能是要。果然，特了。这，咱们这个不夺回来，等会儿绝壁要输，我跟你们讲。他在射谁？但是他也在被射。那自己出来肯定有两个飞机在里面，他暂时用不了呀。那么干点什么呢？果然，那就玩一把毛子飞机呗。按照科技树，哎，我要坚持玩一个系的。那你升级的东西多了，你这个经验是怎么都不够用，那你只有不断的花钱了。好，那我去多填填地，赚点钱。咱们这边是地面炮火，他们那边是车辆啊，这我这种小破飞机打得动他吗？全是防空炮，看一下对面是哪边人多啊。哎，装下逼啊，切一下这个视野。尼玛，我觉得这个太废了。这个镜看不，哎呀，找这个找的好辛苦。哎，你看这不靠谱的。
谁在射我？不要吓我！前面是一个防空车，看起来是一个。什么？你想射我？哇！哈哈，他死了。这里有很多，后面是谁？反正哥是来作死，哥不怕。哎，不不不！哎，我一直锁定着后面那个，然后我一按瞄准辅助，他就绕后面去了。哎呀哎呀，失误！看来这个一定得要制定，不断的制定新的目标。你在 PC 版上玩，你就是按那个 Ctrl， 它就不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，它跟手柄习惯不一样。失策呀，失策。P36被狂追，其实他在打地面目标的时候，他是最容易受伤害的，他得飞直线。屁股已经着火了，哎，也有人在追啊，我还有人拉烟。我想知道拉烟是哪个键。好好好，不管，隔，哇，这么多！我不能找地面目标，这边没有了吗？哇，有个敌机，我返回来打呗。是队友丢炸弹了吗？我的管子没这么威猛吧？哎，不，我锁定到天上去。好，这个射击角度很不错啊，一下就把它爆了。这个时候稍微飞远一点，然后拉回来。其实 AA 是最好被爆，但它威力也比较大。这个要提前拉起来，哎呦，差一点就出事了。哦，杀了五个地面目标了，哇，六个！我成舔地狂魔了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啊，这就快拉起来，快拉起来！时机找的不对，就不要太贪。七个地面目标了，这可以都用锁定这个键来探一下地面目标在哪里。当然，如果是去玩全帧的话，就会困难很多，因为全帧它不会给你那么多提示的。哎，够了啊！不要追。没事，哎，哥就往队友这边飞，就对了。他们这边已经快被舔死了，你。老子对着你屁股乱射，射死了吧？哎，谁在打我？你是嫉妒我的这傲人的战绩吗？看我用威慑力把他吓死了，这把不得了，对吧？嘟！哎，对面的人就不见了。哥好屌呀！哦，这估计是打地面比较容易的。地上还有吗？啊，已经完了，双方都看不见对方。这把已经屌到不像样了。
哥就我不给你升级了吧。No， 我直接能这样点吗？我试试啊，这个触板可以直接点，不错呀。不，好吧，那么咱们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再见。